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来上课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还这一次哦。注意研究历史，所以伊主张不耻小古，无期待啊，甲古早物件修饰，不法常可，就是讲你过去的法哦，无一定爱照过去的法的，哎，好，适宜则适宜。世间有变化，啊，都代志也有变化。即，互你吼头壳吼安尼，产生很多的迄个思想。适宜则备变，那代志无共款哦，都可能有法度，可能会变化。所以爱根据依据今仔日的实际情形来制定政策。这都是韩非子理论的重点哈。韩非子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的法家的思想，加实现，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，以主张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，圣人执政，四方来效。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。咱即马伫民政府就是伫实行这段，哦，真侪代志都是各州的州长去处理，哦，啊，要在中央，但是重要代志伫中央解决，哦，国家的大权爱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的手里，所以一主张哦，一人独权、独占专权的哈。君主必须有权有势，才能治理天下。万乘之主，千乘之君，所以治天下而争诸侯者，以其威势也。这是甲即摆民主社会哦，有无共款的所在？哦啊，向丢向唔丢哦，不变平治哦，有丢的所在，也有唔丢的所在，你家己根据事情哦。甲去做判断，哦，所以真侪代志哦，有个人做了顺，有个人做了无顺，就是原因都在遮。为此，君主应该利用各种手段，侵蚀世袭奴隶主、贵族，散其党，夺其府。这个妨害国家的进步的。进步的这贵族，哦，即马讲老挝啊，安尼讲款，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，啊，爱要求废先王之教，以法为教，哦，啊，他要做到法不阿贵。行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宜匹夫。这句话在讲呀，法不阿贵，法，那拄到迄个贵族的人哦，嘛是爱去做，哦，啊刑法哦，不避大臣，大臣来对哦，我中奖呢，啊你那说啊，你看，关于一些0.63平的房间。啊！我困两个人，啊！我以前是六平一个人在住的吼，哦，这行不避大臣呐，伤善不宜匹夫啦。啊，那匹夫就是讲，无什么权势的人哦，伊若做着代志，你也该想。
伊认为只有严刑峻法，吼、哦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采取许多政治措施，就是韩非子的理论，该应用。哦，反而韩非子是一个理论专家。咱即马讲，守株待兔，他都有讲。第一只是长树啊边啊，土啊该弄了吼，啊土啊死的边啊回去啊，毁其技艺。有一人破病，啊不爱甲医生讲，啊医生一去，伊讲无，迄、那个是国王，啊第二遍去，伊个是过去啊讲无，啊技艺，第三遍去，伊个讲无，后尾就都跳去，吼、哦，就毁其不技艺。滥竽充数就是讲哦，一个国王哦，想要听歌，哇，叫一堆人来分迄个歌声会听，啊，听啊真欢喜。啊，这个国王死了，王英杰做国王，啊，这个国王哦，新的国王哦，要听这本地啊哦，爱一个分来听，啊，就拄到迄个一个不要分的哦，哈、哦，给我们俩包。啊，老马仕途。下面叫老马仕途呢？有几回见经，阿爹沙漠中哦，大家哦迷路了，行不出来了。啊，行不出来，要就要安怎做？坐五只老马，老马，啊，把迄个缰绳拢给绑起来，或者五只看你要行到位去，啊，阮带你行。而且五只马哦，全甲一群人哦，带离开沙漠地带，这叫做仕途老马。所以你爱尊敬任何一个当，你爱尊敬蚂蚁，你嘛要尊敬伊吼。这个是讲智者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，即使以蚁马为师，也不为耻。你用个高血压个咩做你的老师，你嘛袂使感觉见笑，你就是爱安做。啊、嗯，这些滥竽充数，这个我不想分。春秋末期，封建制度破坏。诸国兼并激烈，贵族统治崩溃，兴起的是君主集权，啊，工商业发达，平民变成富裕，啊，一向用来维持国家秩序的礼已经行不通了，啊，法家的思想就在这个时候萌芽发展，到战国中期以后，法家思想已经成熟。特别在齐三晋，好，三晋的是韩赵魏三家哈分晋，好，啊秦最为盛行，就是秦是法家的发祥地。法家代表人哦，要够这管仲，哦，子产，好。啊，哲贤从政，破除迷信。啊，即摆咱伫台湾迷信盛行啊。即吼电视吼内底吼哇，拢抽签卜卦，拢大家拢伫遐创，啊，毋知伫讲啥咧？你若看到迄吼，你就该准一煞。你毋好头壳去互洗咯，洗到到尾就吼。我咱有一个，我捌一个人，身体破病。啊，都应该去吼，伊迄个病吼，应该去开刀都解决啦。啊，但是不爱开刀，爱念大悲咒念一万遍。啊，那念没好哦，我唔知啊。也够真侪法家啦吼，都、就是理啊，身不害，
商鞅，但商鞅他都要修啊，讲给，商鞅变法，商鞅变法真重要，对秦国来讲，秦孝公因为有商鞅变法，秦国变强国，本来是秦国是弱国，但是你知啊，这春秋战国哦，有战国七雄嘛，但是战国以前哦，有几百国地的嘛。啊，几百国啊，拍来拍去，拍来拍去，啊，剩七国，七国要就秦大概统一，要个解圣道，韩非子，韩非子吸收儒家荀子的性恶论，一共人性本恶。道家老子的无为，韩非子认为人的行为多从私己利己为出发点，所以人性是恶的。所以你要统治一个国家，统治一个公司，要做一个单位主管，爱知影一挂人性，人性若唔知啊。两三下就用了，好给人家话。李斯，李斯是楚国人，荀子门下，他都要供给。他帮助秦始皇废除封建，建立郡县制，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国，实施法家的主张，以法为教，以利为师，在事业上全面贯彻。法家的理论是法家理论的全面实践推行者，李斯都去做秦王的宰相，就是李斯的最官位哈，总结了哈，法家包括了法术士三个学派，是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要的学派，萌芽于春秋时期，形成于战国前期，灌入了战争中，后期之后，秦始皇用法家思想统一了全中国。法家成了秦王的统治思想，赢得了很尊贵的地位，进入了全盛时期，但好景不长，随着秦王朝的灭亡，法家也失去了他的根原有地位，而被儒学所取代。法家是一个强大的秦王朝，同时他促进了秦帝国的灭亡。他本来是对儒家打击甚大，但是到汉武帝独尊儒术挫百家，这个汉武帝独尊儒术哦，这样代志哦，到啊1895年日本人来占台湾的时候，日本人哦，他并没有尊重这个儒学，跟中国一样的尊重。伊也是相当尊敬。这个迄个时阵哦，在这个台湾台北个地方法院哦，就是重庆南路哦，遐有一间哦孔庙，孔庙才起好17年啊，尔，几千平的。这个第一任的总统哦，来拆掉，这孔庙那有啥物路用来拆掉？听听拄着台湾人哦，都该拼。咱有即个北部的即个干大师，中部瓜地好，南部林小鸟，拢该拼。即个
第三任的总督哦，带一个叫做后藤新平来。后藤新平讲奇怪咧，在中国在战的时阵哦，那个中国的军队打败了，百姓拢嘛投降啊。啊，来伫台湾那些拢唔爱投降，吼、哦，转去调查，写一本叫做《台湾旧惯调查》，台湾旧的习惯的调查。旧的习惯的调查中间，哦，他怎样讲哦？孔子厉害哦，吼、哦，啊，孔子厉害边啦？即嘛，迄个第一任总督大概听意思啊，我都即嘛都来去一间孔庙，吼、哦，安尼咁着，吼、哦，所以。伊袂去讲庙，伊专做过来动作，其中有一个动作就是讲成立私社，做私的，诶，即个敢若福伦社诶共款吼，私社，啊，私社，台湾伫日本时代做诶汉室哦，偏哦唐朝做诶私哦，搁较侪条。因为八字的人真多嘛，啊，大家拢会晓写诗啊，都加减写，哦，啊，尾就到啊1925年，哦，郭先生搭去大龙峰，哦，去一间孔庙，对，即嘛即孔庙，啊，即孔庙正门哦也无拍开，那无拍开，因为台北无人做状元。所以这万仞宫墙哦，不再开啊，所以一个阿门都过掉的。哦，你那不是你去看正门的都过掉的，好、哦，不再拍开。秦始皇用个法家思想了，统一了全中国，啊、哦。商鞅变法哦，政治方面哈、哦，以制定20级爵制哈、哦，就是讲做20级的制度啦，这无啥紧哦，好、哦、啊，爵位规定有占田宅、奴婢的数量、标准和衣服，好、哦，奖励军功。奖励军功分成哦，斩敌首级一个，受爵一级，哦，等等啦吼，这都是商鞅变法，实行限制，废除分封，过去哦，就是拢用个分封制度，就是讲哇，你即马有功劳，啊，这个所在好哩，这个所在好哩，安尼，哦，还有甲这个废掉，啊，制定连坐法。连坐法是啥？就是讲一个人犯罪哦，规整哦，拢爱处罚。啊，经济方面废井田，井田制度在咱的思想内底，敢是真好一个制度。但是井田制度的缺点就是，一个所在把它化成一个井字，啊，都分做高低。9块土地嘛，哦，啊，由8个人去做边啊背地，啊，中央一地做出来哦，是公家的，哦，表面是真好制度，但是哦，大家拢家己的田哦做较好些好些，啊，中央一地拢不会去做，啊，所以无法度，所以这把这個制度给废掉，哦，这就是废井田。重农抑商政策，哦，迄阵是爱农业，哦，统一度量衡，这个真重要。统一度量衡哦，在秦始皇的时代哦，有统一个度量衡。这个咱台湾哦，在1624年了后，咱台湾人出去外口做生意，咱用个台钞。用个大棍，一棍16两，啊！甲中国这都无相共。中国闹16两，拢10斤为嘛吼，啊闹16，
啊，到底十六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这是谁发明的？这就是荷兰人用欧洲制度带来台湾实行这个制度。啊，在这个台南吼边啊吼，有一个所在叫做台湾。啊，台湾安怎写呢？大水的大，啊，园林的园，台湾。啊，因为边埔族无文字，所以台湾你要写写台北的台嘛会使吼。啊啊，玩家讲完的玩嘛无要紧。哦，因为伊无文字嘛。哦，啊，这台湾这所在哦，大家亲啊，拢爱经过政府去个控制，所以出国去做生意哦，所有的这个外地的人哦。大家拢爱用台湾笑，哦，因为迄个为台湾来嘛，台湾笑，台湾军，啊，你即挂就是台湾人，哦，啊，所以即卖咱写台湾，吼，应该叫做台湾，毋是台湾，哦，即有出入啦，吼，甲棒球，棒球嘛写唔对，棒咩咱写？一个木吼，啊，一个饭，毋是一个木，一个方，四角的方。啊，棒料就会晓讲，安尼棒球个写唔对。哦，这就是以后大家爱搁研究吼，哦，啊，经脉嘛唔对，经脉吼是风景的景。哎，买又会买，对，啊，更买啦，所以真侪所在哦，地名吼，爱个检讨一下啦，无一定讲按都爱改啦吼，但是爱检讨。社会方面吼，推行小家庭制度，哦，那一户内底有两个囝。到个立户的年龄啊，无分居啊，都给你加税，哦，禁止父子兄弟成年的人到同室居住，哦，这是法家的思想。啊，廖伯爱下场，林宗文抗清的时阵哦，哦。1787年，哈，满清大军，哦，甲将官，哈，啊，攻取南坛，哦，双方激战不分胜负，啊，5月27日，港西里，现在屏东西已被至美浓六归，哦，这个时阵哦，有廖伯出现。哦，这个、满清的兵来，啊，廖伯啊兵吼，啊，这个曾大田吼，庄大田吼，是在对抗满军的一个军官呐，军官哦，啊，但是哦，有这个满清月民3000人，哦，啊，西归挖大兵哦，树立大清旗号，称义民，自动向满清靠拢。始终向满清靠拢，啊，这项代志，转为庄大田的部队杀去，哦，啊，庄大田的部队哦，两面受敌，哦，啊，背负受敌啊，所以前有前军、清军，后有台奸满清的军队，哦，所以伊就登去等下淡水，哦，啊，转去攻。克济六庄的基地，哦，啊，但是满清的义民哦，怎样讲？哎，伊基地被受到攻击哦，专对满清说：“哎，来个不救我，来个救我。”啊，满清政府讲：“不爱插你，你也不对我，唔知真的啊假的啊，我那都救你。”啊，专哦，置之不理。
啊，满清义民哦，满清越民之义军哦，十付其九，就是90%可用台死哈。这时阵是1787年10月20日，清满清的越民呐、爱恨交加，不知心恨谁。所以李白有一首诗哈。会使把迄个东西的情景稍微概述一下。美人垂珠帘，身作蹴蛾眉，但见泪痕湿，不知心恨谁。因为有一个美人哦，伫珠帘的后边哦，安尼伫哭啦，啊，唔知伊伫气啥人？伊是伫气台阴的这个。台湾人也是咧去满清的兵无来解救，唔知啊，好不？这就是李白做的一个说诗啊。但是我写这个这字的时候哦，我在网络发表，很多客家人来干嘛？来干嘛哦？但是我就查到一个新客家人理论。因为我讲这个移民庙哦，乃是不义之民的庙。因为咱即马七家嘛哦，七家得拜好兄弟，啊，下人是好兄弟，啊，路上的孤魂野鬼，唔对了，好兄弟都是咱西班牙你来哦，和外族来通敌。去用台死的人，等在路边的，无人来给收尸，啊，所以争头争尾哦，都给大王讲，都给挖一个，挖一个坑哦，啊，给尸体来落落个落去，啊，尸体落去，安尼啊，给拆一个，起一间哦，这样个，幽燕宫，大王宫，哦。鼎鼎的名，啊，即个叫做好兄弟。其实这是为台湾争取利益，啊，去用台死。啊，那廖伯啊，去用台死了，嘛在路边的，啊，完全政府安怎处理？该休息，去一间庙，叫做移民庙。啊，所以我按下阿多客家人都甲反对。我讲哦，要做廖伯啊，不是干那客家人你的专利哦。要做廖伯啊，不是安尼哦。这个满清政府冇去泉州人的移民庙，冇去漳州人的移民庙，冇去原住民人的移民庙。啊，这边哪讲？哦，就是东西你要挖多一排，啊，就挖多一排。所以你也知啊，你做一个客家人，爱认同台湾，哦，洋气做客的心态，你的厝就是第一，这都是你的。所以到个日本时代，有客家人的民族英雄出现，哦，过来有三个，所以。客家人的原乡在台湾，你卖公你是客，你是主，啊都丢啊，啊思想都丢啊，做法在卖较健康。啊那讲客，啊咧永远拢咧客，哦，这都是新客家人理论。哦，啊讲一个一条较大条的，李继良哦降清。李继良哦，是海贼出身，啊去中国，为泉州出来，哦啊 是天主教徒，哦啊佫一去中国去福建啊做大官，做兵部尚书，哦，因为明朝亡了之后，这个一个尾巴的国王哦，大概在。福建啦吼，
一代吼，更当一代吼，这个抗拒满清。啊，狄吉龙哦，受到人诱惑，哦，诱惑杀性中毒。讲哦，你若来投降我哦，我吼，和你做杀性中毒，哦，以三省总督的迄个名字哦，要给伊。啊，狄吉龙看落个就真爽快，转吼、哦。伊讲啊，你讲这真好，我放弃广福建吼、哦、交界迄个仙下关吼、哦，啊，互你军吼、哦，互你有通自家中原啦吼、哦，啊，狄仁公个主子爱不爱？哦，伊干那要倒清来尔吼、哦，啊，炸五百名的迄个贴身卫士，啊，这下恶人。这恶人哦，唔是非洲的恶人。这恶人是虾米恶人呢？这恶人是这个印度恶人吼，迄款的恶吼。印尼嘛是有恶人吼，澳洲嘛有恶人。这款的恶人甲这个非洲的恶人是无相共吼，但是吧，恶吼，爱专去道清吼，啊道清甲。贝勒爷吼，啉烧酒，痛饮三天，折剑为门，甲迄个钱吼压制。啊，郑成功来起兵抗秦呢，老爸都投亲了，啊，你惊那反清，原因就是狄吉龙吼，甲啉烧酒三天了后，专横压去北京，吼。做人质，做人质，哦，啊，这个满清的军队都住在泉州城，哦，啊，这泉州城东西也是叫做安平啦，吼、哦，那个福建有一个叫做安平这所在，吼、哦，安平这所在哦，一个有600只舰船，10万名的军队，哦，啊，要这个。啊！这首长哦，讲不使啊，你不爱好你这个啊，哦，啊不爱好你这个，但是嘛不使。伊讲恁大个哦，恁头家哦，都踮咧北京咧享受啊，你那个无甘心，啊专门开出来给这个，给这个了。迄个时阵哦，狄仁公的老母为日本哦移居来泉州，哦，但是这个清军哦。甲狄仁公的老母强奸，啊！狄仁公的老母全自杀，所以狄仁公哦气一个哦，全哦歪做儒生啦吼！伊、哦、本来请儒生的儒衣白白起，啊换军装哦，啊迄个时阵在23岁。这唔在同胞的地方哦，啊，翁氏被辱吼，因老母汉名叫自如，啊，自缢就吊刀自杀。樊如甫吼，啊，伊带18个人开始反清，哦，这拢无根据的，无根据的吼，啊，但是因老爸吼有两代船来，啊，专一爬去船顶头，吼，啊，叫船长走，吼，啊，伊甲这两代船。从为己有，啊，全开始有资金吼，啊，叫人开始都得还清。年23起兵，1646年，哦，1646年，1624年荷兰人来占台湾，啊，到46的时候哦，都要23年，所以狄仁公的出生多跟咱台湾吼，叫荷兰人。占去的时间更快，哦。啊，迄阵话题都是安尼哦，加东宁王国，啊，台南迄阵叫东都，哦，东边的都市啦，吼，东都。迄阵流行一句谚语讲。去归去，去去去，东都看来去，来去阮有某，
唔免长线，遮艰苦。啊，来台湾是无无啦，要无你都爱甲甲贫婆做结婚，吼、哦，无查某。啊，陈先生要求死去，伊死去原因哦，有人讲会破病。伊1661年出兵来打台湾，哦，到个1660年的2月10初10，荷兰人走，哦，啊，但是荷兰人走无偌久，伊就破病，哦，啊，第二政经乱伦，田经是伊的大囝，伊39岁的时候哦，陈先公39岁的时候为。为厦门哦，传来一个消息讲啊，你做阿公啊，39岁做阿公，好真好。哦，按照较紧的想，想哦，想迄个小宝宝，啊，想迄个田经啊，田经的介田经生的迄个查某，啊，个想因爷母，啊，就钱都发出去。结果这个田经的大母的阿公。写一张批来，甲陈先公讲，请问你是做老爸啊，做阿公？这句话有意思哦，什么意思？乱伦啦，乱伦啦，就是因囝哦，弟囝哦，甲陈先公生老死的迄个查某，佫生一个啦。啊！陈先公气一个哦，所以这是陈先公的死因之一啦。一个，咱都讲廖伯阿的下场，因老爸、因阿叔、因小弟11个人，拢讲打波哦，查某拢无算哦，哦，互完全处死，就是讲完全你做廖伯阿哦，哦，即款人我嘛袂用的咧，哦，所以做廖伯阿的下场拢。相当这个，哎，不满意啊！哈，都是猝死哈。还有一个永历帝，啊，即太子在昆明皇太时哈，啊，这个满清政府来占台湾，不，满清政府哦，诶，占着中国了后，啊，这个。陈先公的部下吼，全要安怎？奈中国给你100倍以上的人，吼，财力啊，奈输你10%的人，吼，是不是汉人拢落来成代太党？吼，所以伊就往个什么人无法度去用买收，因为满清政府拢用买收的，吼，买收，啊，买收。将军也使买，啊，这个大官也使买，哈，啊，所以有一种人买，无啥人买，就是大众，啊，大众，所以伊创立哦，洪门天地会，啊，还有陈永华，啊，所以讲洪门天地会，啊，在洪门，哈，万大哥。就所以，我以前想讲，洪门是外省八卦，但是洪门确实是为台湾发展出去外国，哦，出去中国，啊，再为中国传去美国，啊，美国嘅孙中山再用个洪门的力量来做革命，哦，啊，再个美秀，再个蒋介石带部队之外，但是蒋介石无加入洪门，伊是加入青帮，因为虾米叫青帮？青帮就是哦。这个挖满清政府的叫做青啊青帮，哦，所以即马对中国的军队、台湾的军队哦，真侪拢青帮的人。啊，这是在讲这个洪门的迄个特有的这个技巧了哈。洪门敢那握手来了哦，握手哦，都知影讲。你是洪门啊，不是洪门，哦，啊，这个
第第点啊，迄阵第点啊，无查某啦吼，就是纯喝茶啦，纯吃茶。伊刀啊摆落去吼，啊，即个杯啊放落去，啊，都知虾米意思？吼，啊，估计咧咧吼，即布阵图，吼，即个杯啊伫外口，啊，即杯啊该摕起来。一共哦，牧羊城内是乾坤，意气全凭一点红。今日义兄来拷问，莫把红缨当外人。你甲外口一点不要坑下来对吼，就是讲咱赶快来了吼。啊，双龙争玉阵啊，一碗水一碗茶，啊，都爱甲水吼泼衣裳，吼啊，大概坑茶，爱国公。这股哦，泼了清水换红茶，到处大卫是洪家。知情任我来去饮，相逢不用说因了。伊讲你爱个清水哦，个泼衣裳，泼了清水换红茶，换洪门的茶了吼。到处大卫是洪家，这多起来你哈，你看哈。这清水嘛，哈，啊，即嘛换红茶，啊，等等，即挂哦，咱都咪是在讲这哦，咱都该跳过去哈。这是伫我写的一本伟大的台湾人哦，日据时期伟大的台湾人的一个统计表哦，台湾的1895年日本人来，啊，日本人1931年去打中国山东北，这是918事变，吼、哦，啊，迄阵台湾人口300万，啊，中国人口东北3800万，是咱的12倍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吼、哦，土地36000家，哦，啊，伊这是13万家。130万，啊，啊！伊咱们台湾用兵76000名，哦，啊，在中国用兵哦20000名，哦，啊，拍台湾拍到台南用6个月，啊，中国干了3个月，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我该算算起来哦，那中国东北是大台湾人的时候，满清政府，哎不，这个日本政府啊。爱开170几年，才开派下来，哦，所以台湾人有伟大无？哦，这是平均数字来求的。啊，狄吉龙11口，哦，在靠同一日集体被集体屠杀。哦，啊，在台湾这以后也够这个冯锡范呐。哦，刘国轩、冯锡范哦，改伊个查某囝嫁予郑克爽，哦，应该是有老大是郑克常，哦啊，郑克常哦，哦去予这个冯锡范因设计个台戏，哦，这嘛是在台湾发生的问题。啊，这个因为内部不安全，内部哦，皇帝瓦来瓦去哦，所以哦，这个台湾怕输哦，投降哦，啊，这个咱的兵啊哦，咱台湾兵哦，转哦，红掠去哦，做敢死队哦，敢死队。不死不归了，你爱用爱谢瓦号了，哦，不死不归。哦，啊，一个人派去迄落雅克萨，雅克萨是黑龙江以北的地方，雅克萨啊，鄂尔特子是迄个西北沙漠地带，哦，拢甲你囥喺迄落热带的冰，甲你囥喺寒带去捡，哦，啊，都标明都是要互你死。所以台湾兵哦，去做炮灰哦，这都是咱即马在讲哦。你
美国攻占伊拉克，不能把伊拉克的人民当作你的军队去打阿富汗，不是？哦，啊，这就过去咱的部队啊，所以咱的这个洪门天地会啊，这个顺团去海外。这是一张中俄的边境图啦，这条是黑龙江啦，啊，雅克萨在吃，啊，当时在打雅克萨的时阵哦，台湾人跳落水的来对，啊，用个一个盾牌，啊，都因那个黑龙江来对，不是坐船，是坐木筏，啊，全手个。手提多少个为卡个下落去安尼，哦，这是雅克萨战役。哦，这过去明的地图是安尼，哦。做个哩消耗降侵的台湾人。台湾人哦，优良水师把你带到西北沙漠地带，哦，就是要把你消耗，哦，和台湾人哦，再也没有力量长起来，哦，啊，满清来占台湾，把地仙宫所有遗迹拢撤掉、毁掉，哦，撤掉、毁掉。这台南天后宫哦，这是宁靖王朱贵的王宅，改成台湾天后宫。啊，一个有咱台湾哦，专有一个习俗哦，叫做扣骨。有扣骨的人，小可举一手的好无？我嘛有去扣骨，什么叫扣骨？就是祖先死一段时间，啊，你就去给磨一个也个挖挖起，啊，骨头扣扣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因为明朝吼，就狄仁公的，这骨头就带台南九啊口，吼，顶啊了，啊带啊顶经嘛带遐。啊！满清政府来的时候，感觉讲，嗯，这几支骨头哦，无甲你处理一下，不使，专甲骨头哦，恶个。啊，人讲，啊，你怎恶这骨头？伊讲哦，人爱孝顺，要有孝道，伊出生在泉州，爱摕来泉州带。安尼讲了有道理。当时哦，明朝有一百多名的迄个遗臣哦，这个下部哦，啊，拢去满清骨。骨骨气，啊！大家讲啊，安是尽孝道，所以台湾人哦，好也无，我就这礼拜，啊，人死去都在么土下头，好些好些，你个骨壳要怎个？要个插一片，哦，啊，再拍无两三支骨头，啊，还唔对了，啊，这就是咱来怎样讲，这理由哦，全部。迁移哈墓哦，这个是受到不良的教育。好，啊，满清来占台湾了，哦，采取了几个制度，哦，这个改葬哈迁墓，更改地名，哦。啊，这个、满清政府贪官横行的吼，有7500家吼，这个西龙哦，哦就占去了吼。啊，一个迄阵台湾已经开发了土地18000家，吼、哦，你不看过迄个咱秘书长定啦，提前用台湾地图，干那一个残的吼，哦，右左边哦一挂，哦有彩色，啊，剩的右边的哦叫做鳌山，鳌山包括。
台东华联吼，啊加卡马兰、格马兰的即卖宜兰，吼、哦、拢叫做后山，无甲你连连个名都无啦吼、哦。所以伊一个制度三年一任哦，士兵三年一任，哦，不准西卷。哦，啊，咱即马重点来啊，有47种亡国的征兆。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，权轻而沉重者，可亡也。该算好、哦，国家弱小，臣子权重于君王君主，势力大于君主，可能灭亡。注意，你这个要当。总统啦，你不是查找一个金小刀吼，管理权力较大，哦，你爱自己爱注意，哦。减法进而勿谋虑，荒风内而事交远者可亡也。我重视法规，敢了在意计谋，不理政事，找外援可能灭亡。你敢来想讲，外口有人通来给你帮助吼，结果不一定有人来给帮助吼。所以这吼头一条是韩非子写的，啊，下卡解说是我写的，所以我写的你也是该改，吼，啊，韩非子写的哦，你就卖该改，哦，咪是讲不使改，哦，因为时间有给经过都会变化。群臣为学，门子好辩，商贾外戚，小民右仗者，可亡也。一切按照概算，群臣喜好研究学术，研究学术叫做不务正业了哈。贵子主弟爱好争斗是非和内斗，商人将财货囤积于外国，平民私斗严重。可能灭亡。好公是台谢坡子是四车服气完好，八路百姓兼非财货者可亡也。君子爱好华丽生活，压榨百姓流浪资源者可灭亡。一切都拢讲，你若犯了这挂罪，你就会灭亡。哦，哦，以爵位高低来决定谏言是否采用，而不去考虑考验是否属实。哦，只采用一人的意见作为资讯的来源，可亡。这有什么关？什么的？我见哈，国内官位爵禄都可以用利益买来，或用权势换来，可能灭亡。就是哦，你是做官哦，会使买卖吼，啊，你这个国家真危险嘛，哦，君主处事决断慢，而且都没有完成。遇事软弱而不决断，好坏不会判断，拿不定主意，可能灭亡。这有什么嘞？马英九，不行了哈！我这是2000年前人写的嘞。君子贪婪无度，爱占小便宜，可能亡也。啊，这就是讲哦，咱以后在做这个代志吼，哦啊，所以哦，这款物件哦，互恁早都转去哦，研究哦，啊，对以后要做代志哦，绝对有真大的帮忙。哦，啊，讲到这，有啥物问题无？咱这课程即要煞。
有人有啥物问题无？哦，那拢无问题吼，拢讲对吼。好啦，阿伯到这下课啦。各位好，我请起立。今日下课休困，啊，一楼用餐。